哟哈喽，欢迎回到至高收藏室问题儿童橘子。每次开箱附赠的 GK 的白手套终于派上用场了。去讲到福音战士，应该算是动漫界里面的常青树了。在一开始 TV 版开播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念幼稚园而已，当初有很多色情的画面，所以我爸妈也都不准我看。好，有点扯远了。随着最新的最后一集剧场版的上映，我想今年应该算是福音年了。讲福音年好像有点奇怪，也因此有很多旧的商品再版，然后同时也推出了许多新的商品。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就是开天工作室所出的正版授权福音战士二号机 La Beast Mode 反転裏コード The Beast。箱子上面就很明显，我这题是第226题，真的是不怎么样的数字。那我们就来拆开吧。至于在合会部分，就充满着福音战士的元素以及二号机的机甲颜色。那在侧面的地方就是这次雕像的样子，然后在盒子的侧边则是印刷出 Infinity Studio 的 logo。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地台的部分，其中最显眼的应该就是这一大团的烟雾了，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某种口味的冰淇淋。还有一个二号机的产制在这边。不过这件作品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设计了很多 AT 立场的碎片，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这些碎片是使用红黄绿的一个透明件来做呈现，同时这些碎片也非常的脆弱。那再来是底座的底部啊，我觉得它这边设计的其实也是蛮好看的，上面一样有写出体数之外，还有简单的一个插画。接下来就是这一款兽化的二号机本体，它在红色装甲的部分是使用一个消光的质感，除了表面有刷上一点土色来做旧化之外，它一样还有在表面上粘上 AT 立场碎片。是不是看起来超级有张力的？这也是我当初会购买的主因。虽然这一件作品在去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发售，不过我自己真的是被它的动作设计深深的吸引住，尤其是二号机在兽化之后褪去了厚重的装甲以及拘束器，来表现出这纤细的身躯，并利用向前伸展的左右手来更加凸显出向前突进的压迫感，再利用烟雾的特效来巧妙的支撑住二号机的本体，而且它配合着五彩缤纷的 AT 立场碎片，来重现出当初对上逆天使的时候撕碎对方 AT 立场的经典画面。不过最后还是被虐菜就是了。虽然它在脖子跟头部之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接缝，是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不过在脖子的部分有一个我蛮喜欢的设计，就是在脖子的上方它有做出类似鱼鳃的感觉，而脖子的下方则做出了类似肌肉组织的纹理，这细节感的表现真的让我蛮意外的。另外在灰黑色的肉体方面，它这里在阴影处是使用一点红色来做出渐层感，看起来还蛮特别的。除此之外，身上绿色的棒状拘束器啊，也与盔甲红色形成强烈的对比，而且在背上它有做出肌肉组织的感觉。另外它连脊椎的细节都还有还原出来，不过我觉得看起来稍微有一点塑胶感。那在身上的装甲部分，它在边缘处啊用一点银色来做出刮伤的效果，同时又用一点土色来做出沙尘粘附的感觉。最后就是在地台部分，它除了使用烟雾特效之外，还有还原出战损的大楼以及数棵针叶树。不过大楼本身的细节倒是做得蛮简单的，然后在整个底座的基部，其实在质感上来说做得还蛮不错的。除了同样有做一点刷色在上面之外，在斜前方还有 The Beast 的名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二号机的收藏证书，它在背面部分是一个 Neluf 的 logo， 而正面则是这一款的体数编号以及原型师的签名。不过这一体二号机综合来说，其实我觉得当初官图真的拍得太美了，所以老实说我在拿到实体的时候多少是有一点点的失望，而且以细节来说，我觉得它其实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虽然装甲旧化效果做得蛮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嘴部的涂装质感以及肌肉的细节都是可以再加强的部分。或许我真的自己中了 Figurama 毒，因为看到那惊人的细节，在对比开天工作室的这一款二号机，
当然以价钱来说，这款二号机跟动辄两万块以上的正版授权雕像相比，这款一万七有找的价格来说应该算是相对便宜的。那当然二号机的相关作品是蛮多的，比方说大山龙的那一款二号机，在它惊人的细节衬托下真的是让大家印象深刻。那最后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款开天工作室所出的兽化版二号机呢？福音战士啊，从一开始的续啊、破跟 Q， 终于在今年等到了最后一集的剧场版了，而且在日本最近也已经上映了，不过台湾好像迟迟一直都没有上映的消息。最后，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朋友，也别忘了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